全球大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知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院眼科黄佑嘉医师。肺癌已经连续几年高居十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在台湾每天约有23个患者因为肺癌而往生。肺癌的可怕在于它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久咳不愈是警讯，但是大家常常会轻忽，导致呢肺癌发现的时候呢，80%以上的患者已经是末期。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中慈院胸腔内科邱国良邱医师来到现场，来为我们更详细的解释肺癌的形成的原因，还有它是如何治疗的。邱医师，欢迎您。是，黄医师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慈院胸腔内科邱国良医师。是，欢迎邱医师您来到现场。在节目开始进行之前，我们先介绍今天的 call-in 医疗团队。第一位是核子医学科陈庆元主任，眼科郑立生主任，大肠直肠外科刘张惠全医师，风湿免疫科林静才医师，神经内科何建辉医师，中医部陈威林陈医师。说起肺癌，观众朋友的观念可能会停留在一些名人因为肺癌而往生的新闻事件，以至于大家会觉得肺癌呢，它是一个非常难早期发现而愈后又相当不好的疾病。请问邱医师，它真实的状况是这样子吗？是的，没有错。肺癌确实连续蝉联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一名，那主要原因是肺部里面没有神经，所以通常没有症状，那通常要等到比较严重之后，有一些咳嗽啦，或者是它引起一些远端转移等等这些晚期的征兆出来，那才会被诊断。那因此在这时候的治疗以及它效果相对就比较差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仪器的进步，包括诊断包括治疗都有很好的进步，只要积极的治疗都可以获得很好的这个效果。是，谢谢邱医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透过一位肺癌病人的故事来了解肺癌的症状以及它是如何诊断与治疗的。我们先看一段影片。拿着大锅铲，好女士手脚利落，动作敏捷。快60岁的她，一手包办素食自助餐店的大小事。每天早上5点起床，黄女士随即展开忙碌的一天，买菜、洗菜、切菜、炒菜，还要打包便当、算账、招呼客人，一刻也不得闲。歇业2年的餐馆最近才重新开幕，老客人上门总不忘了问候黄女士的健康状况，因为2年前的惊呼差一点失去宝贵的生命。感觉以为是感冒啊，咳了都没有水。好，到后来差不多2-3个月，我咳了说要炖着苦的烧，好，我烧得很厉害，我都只会一次500，好，然后2-3天后我就去找一次快900块去看也是没用，好，到处看诊所都没用，无形中就一直咳啊，我就不理他，也没有水，没有痰都没有，干咳。身体一向健朗的黄女士误把咳嗽当感冒治，咳了快半年，感冒药也吃了半年，而咳嗽的症状却是不见好转，体重更是直线下滑。只是一直瘦，没有感觉，我不晓得我一直瘦呢，只是说裤子怎么裤子都很，每件裤子都不能穿，再去买 M 也是太大啊， S 也太又是太小，只有哈皮带，超3-4个月。所以你那时候都没有警觉到说，没有，我以为说哦好棒哦，只要不用减肥。从60公斤瘦到46公斤，黄女士才惊觉不对劲，在2010年5月来到台中慈院就医。胸腔内科邱国良医师一问病史以及临床的症状，马上开单让黄金钗师姐做 X 光检查。哦，是萎缩发硬腿啊。
出来当喘气哦，吼，安尼等一下，有时候会。一看见 X 光片上偌大的肿瘤，邱医师马上要黄女士住院，进一步做电脑断层以及支气管镜的切片检查，最后确诊为肺癌中的鳞状上皮细胞癌，肿瘤约7公分大小，同时已经有纵隔腔淋巴腺转移，属于肺癌第三 B 期。这是光看切中。我先生自己辛苦在舌上烧，你不用担心。我担心什么？有什么可怕？他跟我说他不会放弃，我不要管，没关系啦。我他说没关系啦，该来的来，该走就走了啦，对吧？我都不担心呢。人生很无常，师父说人生无常。今天这样子，明天要怎么办？我们没办法，对不对？好，请教邱医师，金泰师姐当初来到门诊的时候，她的情形是怎么样子的？是的，那黄师姐她当初来的时候，主要是一些咳嗽，咳很久，那大概3-4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啊，常常久咳不愈、干咳等等这些。那在诊所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作感冒，但是都治疗不好。那到最后再加上体重减轻啊这些的症状，她才惊觉不对劲啊，所以来到转介到我们的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是，那刚刚从这个 X 光片上，它的肿瘤已经相当的大，可是为什么只有咳嗽的症状？有没有可能会有其他的症状可以提醒大家再更小心注意？是，那其实肺部哈，我们用一个这个模型来解释一下肺部的这个情形哈。那这是一个肺部的解剖哈，它肺部像一棵大树一样哈，主干像白色的这部分是我们的气管，那还有一些分支细支气管到肺部里面。那旁边这些粉红色的这个像一页一页的这部分是我们肺部的结构，像树叶一样。那在肺部里面哈，它整个的实质其实是没有神经的，啊，它可能是肿瘤如果侵犯到细支气管到气管，或者是在肿瘤的外面的这一层膜上面，这称作热膜，当它刺激到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些咳嗽，或者是当它有一些积水引起呼吸困难，或者是这些肿瘤跑到其他的这个器官去造成转移，或者是骨头的这些疼痛，那才会产生的症状。否则绝大部分的病人他产生一些肺部肺炎也好，肿瘤也好，早期都是没有症状的。是，那我们知道咳嗽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啊，一般的感冒或者是过敏甚至药物都可能会引起咳嗽，所以可不可以请邱医师再进一步的跟我们提醒，怎么样子的咳嗽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是，那一般最常见的这个咳嗽原因是感冒。对，那感冒大概在1到2个礼拜之内，大部分都会好。啊，我们一的建议是，如果一个感冒连续超过3个礼拜不好啊，这样子持续的咳嗽，是，那我们就会强烈建议病患来到这个医院，特别是要找胸腔科的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最基本的可能就是做一张 X 光的检查来看看。那一般来讲，除了这个感冒之后的支气管发炎以外，啊，少部分的人有一些肺炎，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像肿瘤啦、结核病啊，这些都可以透过 X 光来做一些初步的这个判断。那还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像这个鼻子过敏、鼻涕倒流，或者是像胃酸逆流，那甚至有一些药物，特别是像治疗心脏高血压的药物，有些药物也会引起一些干咳，那这些都可以透过医师来详细帮你做一些鉴别诊断。是，所以临床医师要怎么样确诊它是一个肺癌的病患呢？是，那最常见的就是刚刚讲的，如果慢性咳嗽来，那在胸腔科门诊简单的照一张 X 光片，那我们可以先初步看一下肺部的一些影像上面有没有异常。那有时候我们说肺部有一些阴影，像白白的这些阴影，那我们就会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确诊的话，那我们可能透过第一个是电脑断层扫描来看一下。那如果看起来像是肿瘤啦等等这些迹象，那我们可能会建议进一步做切片，要透过病理组织的化验来判断是良性、恶性等等。那这个时候可以做支气管镜的检查，到肺部气管里面去取切片，或者是透过其他的超音波的导引，或者是电脑断层的导引来做一些细针穿刺的切片检查。是，再请教邱医师，那哪一些是肺癌的病因？肺癌的高危险群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是，那在一般的统计里面，肺癌大概80-85%的左右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类在于抽烟所造成的，这是第一大凶手。那其他还有可能的原因，包含如果说有一些家族肿瘤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基因，特别是家里兄弟姐妹父母亲有人曾得过肺腺癌的这个机会，那可能他就有遗传的这个倾向。那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这些环境当中的一些致癌的因素，
那或者是少部分人，像有些目前怀疑说炒菜会不会油烟有影响，有些这样子的推论，但是这个因素目前还没有被确定的证实啊。总之这些的因素加总在一起，大概有85%以上的病人都可能因为这样而产生致癌。是，所以我们延续上一题哦，因为男性抽烟者比较多，所以我们觉得说，哎，肺癌的患者好像男性也比较居多。那以黄女士为例子的话，她是女性，那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抽烟，可是她还是得到肺癌了。那邱医师这一点可以跟我们谈一些事情吗？是，那以黄女士来讲哈，她个案算是比较特殊一点哈。第一个，她并不抽烟，对，那他还年轻哦，可能不到60岁，是。那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肺癌哈？我们再详细的追问他的家族史，其实也没有，好，那也没有抽烟，也没有家族史，那在年轻就得到了这个鳞状上皮细胞癌。那一般的女性，台湾女性大概有一半以上，大概是得到肺腺癌比较多。所以黄女士是鳞状上皮细胞癌这个个案确实比较少，不过在有一些病患，我们即使是仔细的去找寻她的一些危险因素之后，可能仍然是找不到，那她还是会得到这个癌症。那可能跟后天的接触环境当中有的没有的一些这个空气污染啊、致癌物质这些可能都有关系。是，所以原来以为是感冒所引起来的咳嗽，结果发现竟然是肺癌，而且已经7公分大了。那么接下来黄女士应该要接受手术治疗呢，还是化疗，还是电疗，还是最新的标靶药物？那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影片，再来讨论肺癌如何治疗。高居国人癌症死因第一名的肺癌，分为小细胞癌与非小细胞癌。由于这两种类型的癌细胞生长、分化以及扩散速度不同，临床治疗的方式也不一样。在台湾的肺癌病人中，有85%的病人罹患的是非小细胞癌，其中又以肺腺癌最为常见，约占50%左右。2011年6月，健保虽然开放肺腺癌标靶药物的给付，但是并不是所有肺腺癌的病患都对标靶药物有反应。关键就在于病患的基因突变与否，基因不突变给予化学治疗，基因突变可以使用标靶药物，但也只有70%的病患有效。因此病人在治疗前要先了解肺癌的细胞分化形态、级别、侵犯的范围以及病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再选择适合的治疗方式。由于黄女士的肺癌是属于鳞状上皮细胞癌，治疗上以化学治疗为主，再辅以放射线治疗。来到化疗很痛苦，我管他的，能活就活，不活不能活就算了啊！不是我担心，是我老公自己担心。个性积极爽快的黄女士没有被害人的肺癌击倒，反倒是以开放的心情面对病魔的考验。邱医师，哦，来，谢谢，谢谢，减肥成功了，哇，哈哈，精神很好啊，很好，气色都不错，不错啊，不错不错。那、啊、这几个月都在做什么？现在开始工作了，帮、啊、儿子开店啦、啊啊。儿子在做什么店？素食啊，以前我以前这做的，拿回来做啊，说我减肥成功啊。所以还是同样的店。对，同样的店。啊、你这样子很辛苦呢。不会啦，最近比较忙 啊。所以我就看到你很乐观呐、啊，很乐观。那副作用多少都会有。对，会有。要坚强撑过去就没问题了。嗯嗯、最后那80%就是邱医师，他人是很温和，是跟你聊天是家常这样子哈、啊很细心，他很细心的问得一清二楚，真是有福报。在接受26次化疗以及30次的电疗到现在，已经1年半的时间，黄女士早已恢复过往的活力。现在的她重拾素食餐饮的工作，在鬼门关走一回。黄女士现在更是把握当下，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分享，勉励病友们不要放弃希望。心情要看开，不要想那么多，该留下来会留下来，你心情看开就好了啊。配合医生，医生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哈、哦、啊，你不要相信坊间的啦哈、哦、啊什么健康食品最终没有，你有去运动好、哦、尽量去运动啊，心出去走，一定要走出去，不要说哦我是癌症哦，躲在家里就躲在家里等死了，不要，光能量走出来，你不要自己说你自己有病，
是啊，我们跟平常的一样。请教邱医师，肺癌的治疗方式跟它的原则 是，那肺癌我们大概治疗还是看级别，那所以级别就是如果是比较早期的肺癌一二期，这些大概我们会以这个手术 为原则，那就像我们除杂草一样，斩草除根啊，把它连根拔起，愈后最好，有时候它这样子的愈后可以达到七八成的五年的存活率。那如果说是比较晚期的肺癌，可能是第三期第四期，那我们可能就会以化疗 为原则，那同时有一些部分的病患会考虑加做放射线治疗，也就是俗称的电疗。那在化疗以外，我们新的这个药物的进展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药物叫做标靶药物，是那有一些适合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病患族群，我们也可以用标靶药物来做治疗。嗯，所以更详细的说，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形之下病人需要接受化疗，需要接受电疗，甚至是标靶药物，可以请邱医师再详细的跟我们再说一下。是，好，那我们其实用这个图来稍微做解释一下哈。一般的肺癌，那刚刚开始诊断，我们大概分成两大类型，一种叫做小细胞癌，它占所有的肺癌里面大概15%左右；另外一个族群叫做非小细胞癌，大概占85%。那在非小细胞癌这个族群里面，肺腺癌是占最多的，大概占癌症里面的这个50%左右的比例。那其他还有鳞状上皮细胞癌，大概占比例是25%到30%左右。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大细胞癌，大概占5%到10%。那这些的这个肿瘤里面，如果在早期的时候一二期，我们就会找外科来去做切除。那如果是比较晚期的，我们就会考虑做这个化学治疗。那绝大部分的这些病人比较晚期的，包含小细胞癌也好，或者非小细胞癌这一些几大类，都有它的化学治疗来做选择。那其中比较特别是在这个肺腺癌里面，那肺腺癌目前的研究发现哈，有一部分这个肺癌的细胞有一些特殊的基因的突变，那这个表皮上皮因子的这个生长因素的基因突变的话，那现在有针对这个药物做一个标靶药物的治疗。那这个病人如果有突变，他大概70%会对标靶药物治疗会有效果。那但是如果没有突变的病人，那他可能还是没办法用标靶药物治疗，大概还是会选择做化疗为优先。但现在新的药物其中有部分也可能对这一部分有效果。那按照这样子来讲，那所以原则上面就是级别如果比较早期，那我们就会先用手术切除所以最优先，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再来选择化疗或者是标靶药物，或者是在家做电疗。是，所以刚刚影片中的黄女士呢，她是属于非小细胞癌里面的鳞状上皮细胞癌，所以她的治疗方式是怎么样子的呢？是，那也是一样，按照这样子一个图的流程，我们做诊断之后，在鳞状上皮细胞癌的这一个部分，当然目前第一优先选择，如果不能够手术，像黄女士她是属于3B期，那这样子她是没办法做手术，主要是她的纵隔腔的淋巴腺已经侵犯到了，那我们大概就会先以化学治疗为原则。那化疗现在有很多的药物的进展了哈，就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可以减少副作用。那同时我们会在化疗同时或者是化疗之后再搭配一下做这个电疗来加强它的这个治疗的疗效。是，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化疗的药物，因为一讲到化疗药，大家马上就想到这个它的相关的副作用了，比如说像是恶心、呕吐、掉头发什么的哦，以至于有些病患呢，甚至一开始就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接受治疗，会害怕。那可不可以请邱医师再跟我们多提一下，这个化疗药物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还是说已经有比较新的化疗药物？是，那在肺癌的治疗里面比较大的突破是化疗它的副作用新的药物的进展，它的疗效比较好，那它的副作用比较低，所以传统上面那种恶心呕吐这种严重副作用几乎已经消失不见了。那甚至有些病人他的这个耐受力比较好，那我们都甚至可以在门诊做化学治疗门诊处方完之后，在我们的门诊化疗室，像吊个点滴打完一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是稍微长一点半天的时间，他就可以回家可以想见他的这个副作用其实减少了很多，那病患的接受度都相当的高。所以一个肺癌的病人他接受这样化疗的疗程大概会需要多久的一个疗程？是，那一般来讲我们大概是分成4到6个循环做一个完整的疗期，那每一个循环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大概3到4个礼拜。那这样子一个疗程之后，我们会评估它的疗效是不是有效，或者是说要再进展到第二线的治疗。
那刚刚有提到标靶药物好像很神奇哦，可以请邱医师告诉我们说哪一些病患适合标靶药物的治疗？是，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肺腺癌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它是有基因突变的，它对于标靶药物的疗效比较好，大概有六七成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在统计上面，我们如果算十个肺癌的病患，平均大概有一到两个病患会是属于这个族群，那它会有比较好的疗效。那可是相对于80%另外的这些族群的病人，他还是要透过化学治疗。那以这个鳞状上皮细胞癌来讲，目前有一些新的这个标靶药物，少部分的这些鳞状上皮细胞癌对标靶药物也可能会有效。是，那标靶药物本身会有可能的副作用吗？是，一般来讲哈，标靶我们先讲化学治疗好了哈，可能就是恶心、呕吐这些，掉头发，然后刚提到这些副作用，那这个其实都是暂时性的啊，经过了适当的药物治疗之后，它的副作用会减少。那如果说真的掉头发，在化疗完之后，头发都会长回来。那我们刚刚如果看到黄金蝉女士，她实际上头发都长得很乌黑亮丽哈。那另外的标靶药物的这个治疗的副作用比较常见的是在于皮肤。啊，它可能会长疹子，有类似像青春痘一样，或者是说它肠胃道有一些拉肚子的情形，那还有一部分可能会有一些1%左右有肺部纤维化的这个副作用。嗯，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希望早期的发现肺癌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筛检？是，以目前来讲哈，我们有一些方式，比如说像抽血做癌指标、肿瘤指标的这个化验，其实它是比较非特异性的，这个没办法当做诊断。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规，像是照 X 光、胸部 X 光的检验。那有一部分的人，照 X 光也许0.5到1公分以上，它可以发现，但是少部分的这些病人，他可能即使发现的时候都是属于比较晚期，是，所以 X 光的效果还是有限。那目前新的进展是认为低剂量的这个电脑断层扫描可能是一个新的利器，那我们还是会建议有一些高危险族群，它可以透过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来做早期的筛检。是，那低剂量的意思是怎么样子的低剂量？我可能还是很害怕去暴露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以至于没有去筛检。是，那第一个高危险族群就是说，我们认为抽烟连续抽烟超过20年以上，或者是说这个家族有这个肺癌的这个病史的，那这些都属于高危险族群。那在辐射的剂量，我们简单的比方哈，照一张 X 光片的辐射剂量，大约等于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啊，这样子长程飞机的辐射暴露量啊，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低剂量的这个电脑断层扫描，它的辐射剂量可能在做七八张 X 光片到10张 X 光片这样子的辐射剂量，那等于你做空中飞人一样，其实它的危险性相对不高。是，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枢机主教单国喜主教呢，还有刚刚的黄女士，他们的故事都让我们觉得，他们非常面对疾病呢是非常的乐观正面。可不可以请邱医师也鼓励我们的所有肺癌的病人？是，那我们刚刚看到黄金钗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单国喜枢机主教，这两位都是一个非常乐观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她的这个疾病。那我们认为这样子是对治疗方向是有很大的帮忙，是她可以减少她的这个副作用，那面对这个癌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效果会更好。是，谢谢邱医师来到现场。今天的智慧人医守护爱，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